活中的起心动念，我们没有把这颗心顾好，然后就一点一点一点的累积什么。好，我们这个超级生命密码系统老师所讲的正能量和负能量啊，如果是有谁是完全没有听过这个超级生命密码系统的举手。哇，还有很多很多很多啊，很棒很棒。那么这个系统我们的老师叫做太阳圣德老师啊，那么啊，他有一本书很棒的，叫做超级生命密码。那么那本书是一本工具书啊，它里面也协助了很多宇宙的奥妙。那么啊，它是全部是讲科学的啊，不是讲玄学的，不是说神通啊什么这些，不是，全部讲科学的，讲正能量和负能量。那么我们每天一点一滴，我们累积了很多很多很多的负能量，我们自己不知道。因为负能量不只是起心动念，我们的环境，我们所看的书，我们所看的 video， 所看的影片，我们所说的话，我们所吃的食物，我们所呼吸的空气等等等等啊，如果是有负面的，那都是可以造成负能量累积在我们的身体里面。所以负能量多了，就好像那杯水这样啊，那杯水这样，你对它感谢，对它爱，它就怎么样，很美很美，对不对？水结晶很美很美。但是在座各位，我们自问，福星自问，我们一天24小时除了睡觉之外，我们有多少时间是把自己处在正能量，处在爱和感恩的那个美好的氛围之中的啊？请举手，举手啦，穿黄衣的啊，所以大家转头看一下啊，穿黄衣的全部举手啊，也不是说 perfect 啦，也不是说啊那个完美，但是我们走在这一条路，因为我们知道了，我们觉悟了，对吗？啊，我们的周围我们本身太多什么负能量啊，所以老师教导我们方法啊，教导我们方法两个密码，感恩爱啊，感恩很容易哦。哦，你给我东西，你请我吃，谢谢你，感恩你。但是，大家有没有追回感恩为源头？我觉得源头是最重要。比如说一餐饭，一顿饭，源头从哪里来？啊，天地啊，还有嘞，农夫啊，还有嘞，工人啊，天地、阳光、水分啊，泥土啊，那个肥料，然后农夫、工人还有很多层的，对不对？菜园的工人、巴萨的工人、架罗里的工人等等等等，对吗？啊，还有厨师，如果是我们去外面吃的，所以要感恩回什么源头啊。我们每天哈，我们一定是有行、有住、有坐、有卧，对不对？我们每天的行、住、坐、卧，我们自己一个人可以搞定吗？可以吗？你可以坐车，你可以制造一辆车吗？你可以啊制造衣服吗？可能吗？不可能，对不对啊？你可以去把雨水弄下来，然后自己过滤，然后自己用，可以吗？你可以自己发电吗？等等等等等等，对不对啊？所以你看，这些都是我们生活中的点点滴滴，我们都值得要去感恩，感恩回那个源头。所有的众生啊，佛教讲这个叫做众生恩，对吗？啊，众生恩，每个人都对我们有恩啊，不管他是士、农、工、商啊，只要我们守在我们的本分，我们不是做非法的勾当，我们没有为这个社会带来负面啊，我们就是说我们不是做阿龙啊什么这些东西的，我们做啊守本分，然后我们每个人都有贡献啊，不管我们的贡献多少，对吗？啊，家庭主妇都有贡献，所以你看衣食坐卧啊，所以我们要感恩的东西是不是太多太多太多
啊，更不要讲跟我们有关系的啊，我们的谁家人对吗？啊，父母啊，配偶、孩子、兄弟姐妹啊，等等等等，然后扩大期学校的老师啊，医院的医生、护士也是有很多很多的工人，是不是？啊，一座医院，如果医生而已，可以成就一座医院吗？也不可以啊。所以这些恩，这些恩真的是什么？太多太大，对吗？然后更不要讲宇宙，整个宇宙对我们的恩典。好，我们有这么美丽的山河大地，所以每个人都讲哇，去旅行，去旅行。我们去旅行去看什么？看着建筑物，建筑物好看吗？不好看，对不对？啊，我们要去看什么？看风景啊，真的。所以那个风景是谁对我们的爱？宇宙天地啊，对我们的爱啊。那天有一个学员，他讲，他吃饭的时候，他吃素的嘛，他讲，哎呦，我实在是很感恩嘞。天地对我们的爱实在太多太多，而且他那个菜哈有五颜六色的，不只是一个青菜而已，是不是？嘉玲，嘉玲在哪里？啊，真的真的，他就你感恩，因为我们感恩，一直感恩哈，所以我们有一个绝招啊，超级生命码有一个绝招叫做什么？苗苗感恩啊，苗苗感恩，我们把自己处在一个善的氛围里。善的氛围里、啊、然后提升我们自己的正能量、啊、就好像那杯水这样、啊、你每天感恩所有的一切，包括自己的身体、自己的灵魂等等，那么你会不美好吗？你的境会不改吗？你感恩你的老公，然后你就会怎么样对你的老公好吗？你就看到你的老公优点越来越多吗？你还会挑剔他吗？你还会嫌他吗？啊，感恩就会怎么样？感恩就会带来什么？知足，对吗？感恩就会带来什么？善解包容，因为我们都是看人的什么优点啊，看他的好处啊，所以这个感恩你用在所有人的关系，不管是自己人还是外面的啊，外面的那些老板啊、工人啊等等的客户啊。啊，真的是太好用了啊！这个感恩，所以你有深度的感恩，不只是叫表面上的感恩啊，没有感情的啊。我们要深度的感恩，然后深度的感恩就好像我们感恩水这样，它就会越来越美好。所以我们感恩别人，别人也会感觉得到，因为我们刚才那个水知道答案，我们人不只是人啊，人事物全部都是什么能量。能量、啊、所以我们的念头，我们所讲的话，我们所做出来的动作，全部都是能量，都可以影响自己，影响别人，影响这个国家，影响整个地球。所以地球的天灾人祸，不要讲我没有责任，我们都有责任，因为我们每天都在散发出什么能量。所以你散发出好的能量，你每天高兴，你每天感恩，你的家庭很和谐，没有吵吵闹闹，所以你就做了一件好事。你不用去外面哦，送人家一包米去布施，那个做好事不用。你只要把自己的心顾好，没有那些很啊那种起心动念都是好的。然后你的能量高，你处在一个平静喜悦的那个境界之中，然后你的家庭和谐。啊，你就是功德无量，功德无量。然后在座各位，谁可以举手说，我每天都在做功德，我的家庭很和谐，每天都很欢喜很快乐，有吗？有吗？谁可以举手？啊，每天都在贡献正能量给这个世界的，有吗？啊，很少很少，对不对？啊，不是说没有，很少啊，我们一天24小时除了睡觉之外啊，起心动念，所以去观察自己到底贡献了多少正能量，贡献了多少负能量。那么啊，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只是粗粗的介绍这个那个超级生命密码系统里面最主要的概念，就是说我们都是能量体，然后我们的命运
掌握，不管不只是我们的命，我们的命运，家庭的命运，整个地球的命运，掌握在谁的手中？我们自己的手中啊！你不要改什么，你只要改一个什么念头。念头，我们人就是由无数个念头所组成的。你一直想过去念头，想现在很少想的，你一直想过去啊，那个后悔啦、怨恨啦、咒骂啦，你一直想未来，担心啦、担心孩子啦，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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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就是无数个念头，所以你就在贡献嘛，你一直贡献什么负能量啊？我们都一直在贡献负能量。所以就是为什么太阳圣德老师这么迫切的希望大家都能够进来这个系统来修。这个系统它可以 guarantee 你，保证不管你是真正的要修，真正的要落实，你这一世可以圆满，你的家庭可以圆满，这个是真的啊，真实不虚。那么大家一定很期待，对不对？我们学员啊，因为这个系统在马来西亚也是很新，他老师是去年三月才来第一次，然后我是八月上老师的课第二次，所以才一年多罢了。但是有很多学员，他们有的才接触三个月、四个月、五个月，但是他们自己见证本身的改变，从一个充满负能量的人变成一个每天充满阳光、正面思想、积极快乐、平静的一个人。那么现在我们请美娟。Stop. 啊，一下子啊，等一下我们会送那个超级生命密码结缘书给啊有兴趣要修的啊有缘人。那么等一下谁要得到这个结缘书的，然后现在就可以做这个动作。如果有 WhatsApp 的就 WhatsApp， 如果没有就用那种传统的 SMS 给我，然后等一下我们会把书派给你。还是会抖耶。 OK， 然后请美娟师姐。大家晚上好啊！我想这是虽然是我第二次分享了，可是声音还是有点发抖。我接触超级生命密码才短短的四个月，我改变了很多。首先我要感谢我的朋友嘉玲把我带进这个超级生命密码的系统，还有感恩我的一美老师每个半夜给我们的读书会，给我们正能量满满的一天啊、我昨天要告诉我的是烂脾气的一个人啊、每天都是想那种不好的东西，头脑是很乱的东西。所以我接触了超级生命密码，开始是不相信的，因为我朋友叫我去讲做冥想感恩，我不知道冥想感恩是什么东西来的，就他给我书我也没有看，什么都没有看，因为我不喜欢看书的人，就跟着他去上读书会，去了读书会第三次了，才发现到哦，冥想感恩原来是那么一回事，就是每天我们起来就是对着每一样东西都要做感恩，所以我就开始做感恩，做了感恩就发现有不同的东西出来了，就越做越好像看到好的东西，所以我已经四个月没有发脾气，没有讲任何的是非了。还有首先因为我们对家人是最会发脾气，最看不顺眼的，对不对？对朋友大多数都不会，可是有几个朋友他们都会给我也是领悟到我的不好了，坦白讲。所以我改变了我很多，真的头脑我每天过得很开心，从来也不会乱乱想，也不会讲人家是非，只是我每天就是在念，早上起来就在念感恩四季节，感恩太阳公公给我们正能量满满的一天，我们就会有正能量满满的一天。好、哦、我现在我的老公也觉得我没有发脾气，没有脾气好啊。儿子呢，我的儿子也是发现了我脾气改很多去啊。儿子来了。连哦，还有就是一件事，我要告诉大家的哦，就是上两个礼拜哦，我的大嫂忽然间跟我讲，你整个人改变了很多，从他的口中，以前你讲话的口气很不好的嘞，从我的口中来说，我原来以前是那么一个糟糕的人来的，真的是哦，改变了很多，所以我带我的朋友都他们一起去来听听一下，可虽然他们开始可能。不知道那种渺渺感的什么意思，我讲他们也是不明白，可是就是像他在上读书会
很多我们的学员一起分享哦，你们可以从那边领悟到渺渺感恩到底是什么东西。只是你要脑，不管遇到坏或者不坏的事情，你都要感恩他，感恩到他够力够力，你的脑就会转，你的念转很快。其实我这个念就很容易转那个剪了牛角的人来的，只是我上了超级市场，我的念转的超快的。真的，最近我也发现一件事情哦，就是让我的脑转到超快，我也意想不到我会转这样的，我还劝我的老公说，哎，不用紧，不用紧，当作是破财小灾，啊，这是很奇妙的东西，我用语言无法形容啊，这是你们上了没法跟，你们自己会发觉到有很多的不同啊，谢谢各位分享，来，我再讲几句话，妈妈有改吗？妈妈有改吗？有高兴吗？高兴，他怎样改？啊，脾气有改很多。很多。以前有一次打你吗？没有啊。一直骂你是吗？没有。很悲催是吗？很暴躁。不会啊。你怎样改？讲以前。以前。不会啊。这样改吗？改什么？啊，脾气改很多，然后还是遇到坏的事情，故意胡思乱想。哦，还是儿子最了解母亲啊。Oh, OK， 谢谢大家。OK， 感恩。所以见证啊，他本身讲了不算，要老公和儿子也一起来见证，这样才算，对不对？啊，所以你看，短短的四个月之内。在我们在超级生命密码系统里面，我们叫做自助，我们自己要帮助自己吗？每件事情他也知道他的脾气很不好，他一直要改，他去佛堂诵经等等啊，不过他慢慢改，多改一点点，但是他知道自己不好，所以人助哇，就有老师出现啊，然后天助啊，这个系统最殊胜的是天地宇宙的能量，天地宇宙的爱，天地宇宙做我们的靠山。然后我们接下来还有另外一个美女小姐，她要跟我们分享，她也是短短的几个月，她整个人变了另外一个人啊，刘雷宝小姐。Hello， 大家晚上好，我是美宝，我来自马波。然后在这里，我先很感恩一梅老师给我这个机会在台上分享。然后，我会加入这个超级生命密码呢，我要感恩我的人生中的贵人，他就是我的嘉玲，是他把这本书分享给我的。然后我想解释为什么他会把这本书分享给我呢？是因为他知道我是现在的我是很快乐啦，但是之前的我是一个非常不快乐的女生，然后我的身上是充满着很多的负能量，面对不管是面对我的感情、我的家庭、我的事业或者是我的家人，我都是抱着没有感恩的心态。然后就我想分享的是，今天最大感恩让我最大的改变就是我和我家婆的感情，通常都会说婆媳的关系都不好的，对不对？有很少人会听到婆家的感情很好嘛。之前的我也是一样，我跟我家婆是住在一起的，然后呢她是一个非常体贴的家婆，会我是本身不用煮饭的一个女生来的，我是打工族嘛，之前然后我做工做到很迟，回到家里呢我是已经有一顿丰富的晚餐可以吃了，但是我从来没有感恩过她。然后我有时候我工作压力大嘛，我会跟朋友出去消遣啊，然后回来的时候他可能会不谅解，觉得为什么做媳妇的每天在里顾孩子啊，到处乱跑。然后当时我的想法就是，我本身做工作那么累了，你不能够体谅我，我出去外面疏解压力是正常的嘛，道理上你要体谅我吗？就是我没有站在感恩的立场感恩他。然后有时候我会跟我的同事啊、我的家人啊、我的朋友在背后说他的坏话，坏话就是负能量嘛。然后我就不懂这种，原来这种能量他也是知道的哦。然后我发现他
开始会刁难我，然后很多事情我根本就没有我的错，他会找东西来要好像要跟我吵架，然后就觉得他怎么好像变得不是那么一个好像不是我认识的家婆，就觉得怎么他会变成这个样子。然后我就后来我不懂，在一个情况之下我就学会感恩他。有一次我写了一个信给他，然后我的 happy ending 我是写我们爱你，从那一刻开始呢我跟他的感情就改变了。然后很感恩他的是哦，我现在是属于创业的一个女性啊，然后有一次他让我很感动哦，有一次我们出去吃鸡饭的时候，然后我还记得那一次的来最后一张那一次的午餐是11块钱，然后他就讲你不用帮我出钱，我请你吃饭，因为你刚刚创业没有钱，等到你赚到钱你才请我吃。那一刻的我真的觉得我很幸福，然后我就很奇怪，为什么之前的我会对他有这样多的不满，然后我就从那一次开始，我就是学会了感恩，然后我就面对他，我都是感恩。有时候我会在幻想着他的样子，我一直感恩他，一直感恩他。然后现在我们的感情是非常好，然后爱与感恩这两项生命密码呢，帮助了我，不管是面对我的事业，也是逐渐趋向美好，包括我的所有的人际关系，我的家庭全部都趋向美好。然后今天晚上我也祝福在场的各位，你们今天来我们的分享会过后，我祝福在场的每一位嘉宾，你们的生活一向趋向美好，一切趋向美丽，谢谢你们。感动吗？真情流露。他以前送出去的意念是什么？恶的，对不对？啊，家婆他先没有讲的，不用讲的，人家知道的。啊，水都知道答案嘛，对不对？更何况是什么人啊？进了这个系统，他会怎么？手指不要指外面了，手指全部怎么样？看你指里面，看回自己啊！别人对我们不好，一定是我们自己怎么样做错事啊！所以这个系统里面为什么能够这么快？就是说老师教我们凡事一定要反求诸己，有什么不顺的境啊，什么不好的人际关系，都是要检讨回自己，看回自己，不是别人的错，全部是自己的错。就好像刚才美宝所分享的，其实他家婆的爱都是在那边，对不对啊？只是他我们心胸狭窄吗？啊，心里面没有打开，所以看不到那个爱，所以发出那种恶的念头。所以家婆也知道啊，现在他知道了，他忏悔了，所以你看家里面和谐，而其乐融融，而事业也稳健的那个发展，这是一件多么美好的事情，对不对？啊，至少他自己本身和他的家人没有在贡献什么负能量啊，给这个地球。那么现在我们也来看一个另外一个秀芬啊，秀芬师姐的分享，她也是非常非常的棒，而且做超马也才是短短的几个月的时间，所以我给她的那个定义叫做，因为他抽到的卡叫做重生，所以认识超马是他的重生。Hello， 晚上好啊，我叫秀芬。其实我知道《超级生命密码》这本书已经一年，但是我没有那个缘分早早去发现它的存在。过后我是因为我的孩子，我的家庭，我觉得我自己要改变，因为我们如果没有改变，你每天起来你面对的是你自己的埋怨、生气、讨厌，为什么每天起来怎么会有这样子的负能量跟着你。然后我就
打给一鸣老师，我跟他讲，我要去上你的分享会，读书会，讲你就对了。然后我上了三个月的时间，我也是为了我的小儿子，因为我的小儿子学习在学习方面课业了比较慢，然后我们就会一直打骂他咯。这个其实是我不懂啦，这是看你们自己本身父母的那种想法啦。因为我觉得我们越打骂他，他的反弹力就越厉害。就是我们一直在骂他，老师也骂他，学校也骂他，补习中心也骂他，回到家里我们父母又要骂他，因为我们对他太过有期望了。但是变成他的负能量，我们一直把那些不好的负能量放在他身上，他根本弹出来的是属于全部不好的那种负面的影响给我们。所以我也是就带着他去学习一鸣老师那边，然后我再从头学习，我老公跟着我去一次，因为我们要带孩子嘛，所以还没有去，我就一直去到我老公跟我讲啊，你改变了。我真的我自己也是觉得我们改变，脾气很坏。这个每一个你进到超马的时间的人，你都会发现到你的脾气真的是可以改很多，因为你不会一起来就是讲说我很悲情的那一种，而且你会转一个念头啊，你来当下你发生事情的时候，你会马上转念，你不会一直就是那机关键噗就出来了，你会先控制你自己的情绪，你会控制你先想一下，你要当下你要怎样处理这些事情，然后你就可以好好的跟你孩子交谈哦。这个是发现到真的啦。然后还有的就是我也是跟家婆也是不好的，也是又是埋怨哦。真的那种埋怨真的是很让你自己本身很糟糕的那一种，你会不快乐的。当你没有那种念头了哦，你真的是会发现到旁边的人，我老公，而且你也会发现到诶，你的家公家婆你讲的话还会应你耶，你会很开心的，真的很开心，因为我们要的就是这样子嘛，一家人嘛，你都不希望讲说诶，怎么我们他疼另外一个媳妇不疼你，就自我要检讨耶，真的要自我检讨。你当你自我检讨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到你旁边的人都会真的是会有改变，看到你有改变，然后人家会跟你讲诶，你不一样了，你以前的你讲话跟现在都是很不一样。然后我也是很感恩，你当你做了这些东西感恩的时候，你的儿子的那种能量也是会有出现的，也那些补习老师啊已经没有看到他两年了的，当我在带他就是要分享那个千年职业这本书的缘分，我就在找回他那老师，我就跟他讲哦，我来分享这本书，他跟我讲哎，这本书我拿到了，到底是什么东西，我就讲很简单，就是感恩你爱你们就是这样子来做。然后他就跟我讲，他就提了我的儿子，我讲还是一样没有进展，他不用紧，你带他来我再跟你帮他补习。我当下我真的是吓到嘞，他会跟我这样讲，因为我们只是讲以这本书来分享给他，没有讲说要再去教他教找我的孩子啊。但是他讲不用紧，你带他来我再帮你拉回他，所以感恩真的很重要。好，谢谢大家，感恩。没有开秀芬哦，真的是很棒。好，他以前秀芬以前脸上没有这样笑容的哦。对了对了，好，工作压力、家庭压力，尤其他的一个最宝贝的小儿子啊，是大菩萨哦。啊，真的真的，所以你看，妈妈一个人改变，哦，孩子也会跟着改变，啊，因为我们的正能量能够影响你周遭的人，啊，能够和谐家庭里面的能量场，啊，所以这个是非常非常的重要。我们不要一直等别人改变，别人改变，别人的错，别人的错，我没有错，没有，全部都是我们自己的错。我们一定要先改变，我们不可能去改变别人，我们可以改变的只有自己。那么你想要自己改变了，一定有很多，宇宙一定很疼我们的，一定有很多很多很多的助力来帮助我们。所以刚才分享的三个都是安地级的哦。所以美宝很年轻啊，不过美宝才20多岁而已呢啊，不过她早结婚啊，女儿也是蛮大的。然后现在我们来请一位啊小姐级的
才大学毕业也没有两三年啊，看他怎样接触超级生命密码之后，自己有怎样的蜕变？有这样冷没有？啊，欢迎凯越。好，大家晚上好，我是凯越啦，就也26岁吧，也没有，就现在可能就刚才你们听前面的人分享，每个就讲转念脾气改，当然我们也是，就是真的是脾气改吧，因为年轻人真的是现在的年轻人，可能我身边的朋友吧，很多都是会抱怨，然后可能你如果你没有抱怨，他们会讲这么你不一样的，他们讲哎，你这么你要跟着这个社会这样子走，你应该继续抱怨的，你不可以这样子。然后我觉得就可能以前真的是没有察觉吧，就跟他们一起这样子抱怨哦。现在真的是察觉了，就啊算了吧，就真的是就不管遇到好或不好事就感恩呐、啊。然后就分享一个，就是我刚刚从柬埔寨回来嘛，就因为你去柬埔寨就这种比较落后一点的国家，可能他们的那些设备就没有这样好，那些马路都是一个洞一个洞的，真的是就不懂吧，可能我去那边的时候只也是会有遇到一些事情，就因为就给一个昆虫咬了，咬到我整个脚都很痒的那种吧。就在酒店呢、啊，通常如果是以前的我，我就是会骂，我就讲我想去跟那个酒店的人 complain， 然后我是因为我那边那个酒店住3天，我第一天就这样子啊，然后你是不是会很 bad check？ 你明明还了那个钱，为什么还这样？可是我就不懂哎，就第一次我就想，哎算了，感恩还要咬给他咬了，我最多去买一罐药膏来擦就好了，然后就擦了就 OK 啦。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可能以前就真的是没有感恩吧，就我现在就学会感恩，就那些厨师他们煮那些吃的东西的时候，你真的是感觉得到他们的用心，所以如果他们有时候煮一点点比较没有这样好吃吧，然后我就觉得哎无所谓，我因为我是一个不会煮饭的人，人家煮给我吃我就很感恩，所以我就我会觉得那个旅行是很好玩的，因为以前我跟我的家人或者我跟大学我们的朋友去旅行都好啦，真的是心态问题吧，我就是有那种我要别人为了我就会发脾气的，那个旅行一定不管去哪里静静的都好，在本地出国都好，都是会发脾气，然后你就会周边的人都会很怕我，或者可能都会弄到旅行都很不愉快，所以我就之前我都有跟他们讲，我对旅行很怕，我怕人家去哦，人家回来又是不开心，你明明去花钱呢，你回来不开心。然后现在真的是就不会了，就开心的玩到开心的回来，然后什么事情就是感恩，你就转念咯，所以都还 OK 了，大致上这样，谢谢大家。好，感恩凯越，他还没有分享其他之前的更棒的，他只是分享有的旅行其实是非常幸福的，对不对啊？他反而不知感恩，还在那边抱怨，不过现在不会了啊，念头一转感恩，所以凡事都非常非常的顺。那么现在我们再请丽莹啊，他也是才接触超马短短几个月的时间，不过也是有很大的改变啊！现在我们听他啊，听他亲口的跟大家分享。大家晚上好，非常感恩丽莹老师给我这个机会在这边跟大家分享。其实真的是很感谢你跟我结缘那两本书，其实我是没有看的。然后老师就是。WhatsApp 我关于超级生命密码的一些文章我有去看，然后我就不知不觉中呢就走进他们的读书会，我很喜欢，因为老师走到我们店里的时候哈，我们是陌生人不认识的，他是来给我们买东西，可是都不是我 serve 他的，我很奇怪为什么他会给我这两本书，是因为这一种缘分，真的很感恩他，我在里面。读书会里面呢，他有告诉我，就是说我们人要渺渺感恩。其实我都不知道渺渺感恩要感恩什么，要感恩什么东西？因为我感觉到我很幸福，我在一个幸福的家庭，我觉得没有什么啊，就是
好像说很多东西就是理所当然的，我先生一定要对我好，我的教父也要对我好。但是当我了解到原来不是这样的一个局面的时候，就觉得哎，当我懂得如何感恩的时候，我觉得我不求自得，很多东西我就感觉到为什么哎，以前我的老公都不会给我钱的，因为我很会花钱，我自己虽然是有赚钱，而我每次赚的钱都是大量的花，就是我可以一天里面可以算万块的这样子花掉，也是这样子。可是啊，就是因为这样子才会不要给我钱。可是后来呢，老师就说你要感恩你的老公够够力，一直感恩，够够力。所以我就很感恩他，那么早的帮我再送孩子啦，心里面一直默默的感恩他，为我做的一切，为家庭付出的一切。然后我就慢慢觉得他好像就说，我有时感觉到没有钱的时候，就说好像没有钱了，就会给我钱。然后有时支票来，哎，很奇怪的就是，为什么我们会有一笔钱进来？我们也是很傻的力的，也不知道为什么会有这一笔钱。然后这名字是谁叫我的？他说啊，顺其自然那一个就给我。那到第二张又来的时候，虽然是他的名字比我还要多，可是他说不要紧，这个钱给你去买保健品吃。就我觉得这个感恩真的是哇，力量的超大的。而且我的脾气，老实讲，认识我的人呢、都知道我的脾气是超级的坏。OK， 甚至要拿刀杀人那种人，甚至发脾气都会甩门的那一种人。就前两天我们要出去的时候，我老公在家里烧那个烧水，没有人知道，他自己也忘了。然后我们就出去两个多钟头，那个烧水哦，真的是没有爆炸哦。因为我自从在读书会了解到一位学员，他有告诉我们说，播放那一个世纪皆宜，他从晚上开到早上，其实我已经从那一个当下开始，我就整天都一直在播那一个歌，用我的手机插电插电插电一直在播，没有休息过，就可能很感恩，可能这是宇宙的安排。然后今天就是有一位 supplier 来，就讲我跟之前也是有点不一样，他说以前讲话的口气很呛，我就跟他分享爱与感恩这个东西，然后今天他就跟我提到水知道。我说我没有看过，这今天真的是宇宙的安排，今天就让我真的不用再活一个时间，就今天就能够看到水知道的这一个短片，所以我真的很感恩太阳圣德老师的导师的那一个精髓，步骤一二三，我在每一天我都有落实，因为我有看到我的改变，家人尤其是我的身边的人啊，我妈妈啊姑姑啊那些都有看到我的转变，而且也影响到他们来读书会，真的很感恩，谢谢老师，谢谢玉梅老师，真的很感恩。看到别人能够改变、他自己受益，家人全家人都受益，是一件多么欢喜的事情，所以你们也可以做这个动作，对不对？对，大声一点。对，哈，每个人都可以，我们称为什么？爱的传播者啊。那么在《超级生命密码》里面，刚才是一系列的那个个人啊、家庭啊，我们女孩子嘛，对吗？都是这样嘛，所以男士们请多多包涵。那么我们有很多很多的奇迹啊。那么现在我们来见证另外一个奇迹。我不要讲是什么奇迹，我们请李嘉玲出来分享。在我身上了，在哪里？大家晚上好。好。我是嘉玲。还没有接触这个超级生命密码之前，我是脾气不好了。也是没有感恩之心，问我老公就知道了。老公在哪里？老公哪一个？那个最很剩的那个。他昨天我刚刚好煮那个杰利，他就讲，你哦，以前他是不会煮杰利给孩子吃的，你哦，只要一点点东西哦，都靠北靠物。然后昨天就没有靠谱，然后他就
我真的在这个超级生命密码改变很多啊。讲回去啊，我之前脾气不好，没有感恩之心，家婆对我很好，可是哦，我就当作理所当然，然后就一直对他不好，还甚至叫我的老公叫他出去标注我的家。他帮我打扫啊，还有煮完饭给我吃，我都没有满足，我也没有知足，我就是要叫他出去就对了。然后我的老公呢，他有坏习惯嘛，每个人都有坏习惯嘛。他喜欢抽烟喝酒，我最讨厌的。然后他很喜欢玩玩女人，所以哦，我一跟他结婚之后哦，我就开始抱怨了，抱怨到11年，我的孩子11岁了，然后我就一直抱怨抱怨抱怨，全部都是负能量来的。然后1月份，的医生，我去看医生了，医生跟我讲你中乳癌了，那个医生很生气耶。当时哦，他就跟我讲，他很生气，他一直整整整，我也是很讨厌他，因为中了他会整整整，你知道吗？我知道了，因为我不会珍惜我的身体啊。他看到我，他讲这个癌症哦，别个医生讲了，已经在我的身上好有1年了嘞，我完全不察觉嘞。然后他已经转移了，我才知道的。所以哦，我现在才知道哦，原来是他在生气，我没有好好照顾我的身体。哦，然后我听到这个中了个乳癌，相信大家也是不可以接受嘛，哈。然后哦，因为我的女儿很小嘞，我最大的儿子才11岁，然后我的最小的女儿才3岁。那时候哦，我真的。我没有哭耶，很奇怪，我很坚强，我没有哭。可是我到过年的时候，我做完手术，我的先生很好，我很感恩啊。我很坏的，我那时候他每天喜欢气到往往，我跟他讲，等一下哦，你每天气到往往又喜欢抽烟喝酒，等一下哦，你生病的时候哦，你跟着我照顾你耶，我一定送去你朋友的家的，因为哦，你朋友叫你，你随传随到。叫你生病，你叫他过你了，不要叫我过你。然后我生病的时候，我就吓到了，惨了，你吓不要过我怎么办？他不要，可是他不会的，他是个孝子来的，他不会的，他有孝心的人是不会做这种事情的。然后过后3月份的时候，我就接触，就是经过一美老师，我接触这个超级生命密码了。我要感恩他，真的很感恩他，他让我改变很多。他每次问我，他们很高兴啊，每次讲，哎，你每次上来分享哦，都不一样的。就问我啊，我就想，因为我一直在改变，一直在改变，所以我每次分享哦都不一样。然后再讲给我的生命吧。然后我就他那时候他有拿2本书咯，就是戒烟书咯，全部人一样的啦，那个千年之约还有个1000亿给我看咯。我其实是没有看啦，然后最后我想到那个美宝哦，他要看呢，我就自己快点看那个小本的先啦，先看看了就给他看先。然后因为我就一份罢了嘛，我也没有想到要去跟一美老师再多拿一份啦。我就一直看，可是看了都不知道他在讲什么的啦，随便看的。然后过后第3次的话呀，我是照第3次的话呀才开始做这个喵喵感恩的。好，我做第3次的话的时候，那个一美老师哈，他就一直 send message 给我，他叫我做喵喵感恩。我就想喵喵感恩什么？不懂啊。哎呀，喵喵就是每分每秒感恩，就是谢谢啊。来，我就这个感恩了，开始感恩。我在医院没有事情做嘛，我就看到护士就感恩，然后看到医生也感恩，在心里感恩，我不敢讲出来，因为我的老公在旁边，但是笑有点恐惧。好，然后就一直感恩嘛，感恩到我去楼上，因为我们化疗嘛要去楼上的5楼，那个放那个化疗的药。然后我也跟那个药感恩，感恩，然后回到家哈，奇迹出现了。我第1次、第2次都有副作用的，
然后第三次没有副作用的，我睡着了呢，在副作用的那个时期啊，那个时段啊，我竟然睡着了，我很高兴。我起来的时候，我就上个厕所好了，就隔天我就。隔天我还可以做账的，因为我是做账的，我就跟人家做 part time 的账，我还可以做账。之前哈、哦，第一次、第二次都不可以。我的老公很好，第一次哈、哦，他看我休息五天，还带我去那个看看那个看戏呀、啊。我整个人很乱的，那个时候五天了休息五天都不可以。那时候没有做没有感恩嘛，现在做了哈就可以哦。然后我就哇更有信心了，因为没有感恩罢了就有。就可以，然后我就去那个读书会，那个一年老师就跟我讲，叫你要开始做心法了，然后我就开始做了，一天我做三次，因为我生病，我做三次，然后更给嘛，那个哈、哦、第四次的话呢，我就做已经做心法了，然后那天晚上哈、哦，我就跟我妹妹 send message， 睡到十二点哦，很像不会累的，精神很好，整个人精神很好，然后。我妹妹也叫我去睡觉了，然后我就讲十二点了，肚子一点饿，我就去喝牛奶粉了。吃，哎，我就想惨了，不知道会不会吐哦。然后就想，也应该不会吐了。哎，我那一直到真的不会吐的，因为我第一次、第二次的哈是会吐的，我会我的副作用是会吐，然后头晕哦，冒冷汗。哦，这次可是第四次完全没有。我就很奇怪了，没有啦，我知道啦，因为我做心法嘛，他一定会那个天地一定会保住我的，对吗？对。然后除了我的健康之外哈，我也是改变很多。哦，我今天我们才去挨把那回来，明天哈、哦、小孩子是不是全部要考试？是吗？可是哈、哦，以前的我哈、哦。假如明天要考试，你是没有得去挨吧那时候。我现在呢，我就跟我老公问我要去挨吧那时候，我讲，哎，你要去到几点？我不是讲我孩子要考试的，我是想我今天晚上哈，我要分享会的，不要去的。我然后我就分享到这边哈。没有，嘉玲问你一点点，啊，问你一点点，放下对吗？放下，对。然后你起初患病的时候，哈，有多少个那个辅导员啊，什么啊？他们叫你什么？他们叫我放下，放不下，很难放下嘞。以前我也劝过我妈妈放下，我现在终于明白放下真的很难哦。因为我妈妈也是生病了，她很病到很痛苦了，最后末期了的时候。他很痛苦，叫他放下。原来放下是这样难的。所以如果没有老天的爱，你放得下？我放不下。真的感恩，真的是暖和我的整个心啊。然后哈、哦，我会反观自照，自己看回自己啊，不会一直指人了，指人家错，这边那边错那边。然后这几天我的女儿也是很吵嘞，我就想，我就在想。是我没有把那两个大的教好，所以他跟着那两个大的走，所以哈、哦，我以前是没有的嘞，我一定是讲他们两个都是你们两个害的。我现在哈、哦，我会想，应该是我没有跟他们教好，所以哈、哦，我那个小的跟着他们的背凳，每次叫他做东西，等一下，啊，不要收他的玩具好玩了，不要收什么都等一下，然后我也是叫那两个，我要对他们两个下手。我不会怪我自己啦，我是讲我自己没有教好他们嘛，所以他们才会这样，我的女儿就跟咯，对吗？所以孩子要考试、哦、如果以前会出门的嘛、啊、以前没有出门的啦，对吗？在座的父母，因为以前我也是这样、欸、我是见证者。不过我孩子大了，大了。可是我的孩子还讲哎，妈咪我要考试的，你要带我去挨班吗？所以，然后我就讲去了，反正哈、哦，你都去安心班读这样多了，更读了啦。然后他自己回来哦，自己会拿书出来，奇迹啊！我都没去教他，拿出来读。孩子有来吗？有，嘉玲的孩子来。Hello。啊，来跟妈妈见证一下。
梁妈妈有改吗？有。怎样改？不会让他。还有嘞？会是人呢？那你们高兴吗？你们高兴吗？妈妈也称赞你们越变越乖，越变越好嘞。你看刚才讲，哦，艾巴那回来自己还会自动自发温习功课哦，对吗？啊，所以我们给这个家庭一个热烈的掌声。要带好妹妹哦。要带好妹妹了哦。哦，只要有爱。哦、就没有障碍、哦、所以这个家庭一定会越来越好、啊、家庭也会越来越好。那么现在我们请 Joyce， 她特地从新山下来来帮我们做一个分享。大家好，我是来自新山的 Joyce Tan， 然后我加入超级生命密码的系统也是有差不多三个多月的时间。那么我是从来都没有听过超级生命密码，然后我也没有听过这个太阳圣德老师，我是在很无意间在看 Facebook 的时候，就看到这个，就看到突然间看到有讲到这个太阳圣德，就讲到这个太阳心法。然后因为我常常去上身心灵的课程，我就想它应该是一个身心灵的课程，然后我就觉得哎，这样也是不错，因为我喜欢早上去晨运嘛，很喜欢太阳。那我想这样这个太阳应该是很强的能量，所以我就想，哎，这样如果有机会的话，我想我想要去台湾。去上这个课程是怎样的一个课程？然后就在我这样想的时候，三天后我就看报纸在吃早餐，我就看到哎，太阳圣德来到南方学院6月2号，然后我就有点吓到，因为三天前我看到这个东西嘛，然后我就当下就跟我自己讲，嗯，我就是要去上这个课，既然我看到了，我就要去上这个课，就不用回到台湾去嘛，我就在 JB 老师就来到这边上课了，所以我就去了三天。就是他第一天的介绍会啊，然后分享会到他的就是那一天第三天的这个实修的课程。这样因为我去的时候我是完全没有不懂什么是超级生命密码，我也没有看他的书，我也没有看过他的结缘书，所以我去的时候其实我是不懂他在讲什么，我只是就是听到要爱跟感恩，爱跟感恩。我记得第一天去的时候，老师我买书嘛，我才买到那本书给他签名，老师还问我你要回去要做爱跟感恩吗？我说好好好。可是好了回去我又在想，这讲去做爱跟感恩很奇怪，要讲怎么要感恩呢？我买的东西是我自己买的吗？怎么还要感恩呢？然后我就觉得，然后就回去我也没有去感恩，因为我就觉得很奇怪了，怎么为什么要感恩。然后后来我就上了第三天的那个心法的课程的时候，我就深入的去了解，比较了解，因为他们是直接做心法实修实念，然后其实我都不知道我在上什么。然后我就是OK， 他们在念心法，然后又出来讲见证，又讲什么负能量，我自己就觉得哈，是什么玄学的东西嘛？因为我是要来上身心灵的课程，怎么去讲负能量那些？然后我就想，哎呀，算了，老钱已经给了，这样他教我念心法，我就跟着念。所以其实我是因为我没有概念，其实有看书来上课会更好。但是上了那个课的时候，跟着做心法的时候，我就跟着念啊，然后就在那个过程里面，其实我有感觉到，就是那种真的所谓的那种爱啊、感恩啊，心里面就是那种就会那种要流眼泪、很感动的那种感觉。然后就很好奇，就觉得整个人很舒服。然后看到旁边的人忏悔到哭，我就想为什么要忏悔到哭呢？然后我就觉得到底犯了什么滔天大罪，为什么要哭到这样？然后我又不明白。然后但是我就觉得那个课程的感觉很舒服。然后我才回去看那本书。我其实上两三天我都还没有看他的书，我才回去看书。在看书的时候，因为我工作很忙嘛，时间很长，所以我只是很也是就是看一下，然后看了他的，其实老师的书很浅白，但是就是太浅白，我就想是不是我有漏掉什么，所以我一面书就看很久，看到最后，其实我看了一个月，就有看没有看，有看一个月，我觉得他的东西又好像很有道理，但是我身边没有人可以跟我讲这个书到底是在讲什么，因为我不认识里面的人，我没有认识里面的朋友嘛，我是看报纸然后就这样去。然后我就想啊，不然我再去听他的课，因为我在 Facebook 又看到他在台湾有上课，在高雄，可是高雄我不熟嘛，我想到不要，他台北有一个分享会，我再去台北再听他的分享会，可能我会比较就是更加熟悉他在讲什么东西。然后就刚好我就想啊，顺便去台湾找朋友，就刚好遇到那个时间老师有在台北，我就特地就飞去台北，就是上这个分享会。所以上分享会的时候，就是可能我也是坐在聚会一个，因为我什么人都不认识，
然后就一个人在那边听，然后听的时候其实老师讲的都是大爱，就是像刚才我们所看到的，就是这个地球很多的天灾人祸，刚好台湾就有台风嘛，那时我去的时候是刚好台湾要迎来一个很强的台风，然后我听了课过后我就回去，第二天我就要回马来西亚，然后我要回马来西亚的那一天就遇到台风了，然后就遇到台风的时候我就在机场，我一个人嘛，其实我已经退完酒店全部都退完了，我就要在机场就等上飞机，可是到结果是飞机延飞不能够飞，其实我一个人就在机场，然后我就在Facebook写，哎呦惨了，我不能够回家，我在想等一下我要去哪里，等下台风天我可以做得到得事嘛，我要去哪里住，我什么都没有定，然后而且又这个台风要多少天才可以回到马来西亚，我一个人其实我是很怕，没有从来没有一个人出过国，就第一次一个人自己就出国了，然后就结果就是我的 Facebook 一出去，我的朋友看到就跟我讲，哎，你在那边不要走，你等我，我就带你去找地方住，然后我就在桃园附近就租了这个旅店，就租了一个汽车旅馆，那我住进去的时候那个汽车旅馆是人家偷情的地方，这样很大间啊，又暗暗，然后我其实我是很怕外面刮风下雨，我其实很怕，然后我就我自己一个人嘛，我就跟那个人讲，你可以跟我房间调亮一点嘛，很暗耶，我真的很怕，那个人讲就是这样暗的，就是这样亮的，然后我就想惨了，我就想我应该不能够睡了，因为我从小学我就四年的，所以我睡眠很不好，一天其实是只睡几个小时的，然后我在想这样子的话又心里面这样害怕，又这样暗暗的地方又一个人，我觉得我应该会睡不着，然后我就很怕，就是怕那个人坐在那边我不懂要怎样，后来就想到，哎，对了，我还有带到这本书来，就想到我带到这个《超级生命密码》这本书，我就在心里面想，它应该是有能量的，我就把它拿出来看一下，哎，觉得心情比较安定，我就赶快去冲凉洗澡了。过后，我就再回去看书，看了书就觉得，哎，人比较心里面比较踏实。然后我就想，哎，不然把这本书放在枕头睡觉，不是可以保佑我一下？我就把这本书放在枕头底下，然后我就突然间就觉得很累，我就这样睡着了。然后我醒来的时候，天亮了，然后我自己吓到，然后就心里面就很感恩，突然间就有了一种很感恩，哎，为什么我可以睡到这么好？因为我平时都在家里都是睡很容易醒的那种，哎，为什么我可以睡到这么好？然后我就觉得，哎，这个就是可能就是一种能量，然后我的心里面就开始有了这种感恩，就涌起这种感恩的感觉，然后到下午我又再去机场，又是不可以飞，我又延飞了。我又回到同一个地方，又再住了一个晚上，又用同样的方法把书本放在枕头底下，结果实验证明我又可以睡，第二天我又能够睡到一觉到天亮，然后后来我就第二天我就顺利的回到马来西亚，就很顺利的我就回到马来西亚，那时候我就开始觉得哦好，我要认真的看这个书，所以当我回去看这个书的时候，其实我发现真的改变很多，包括就是常常会当我在做餐饮的时候真的是会做到苦的，就会看到自己很多过去不对的东西，像比如说我家公家婆对我很好，有的时候因为他们帮我顾孩子的时候，我还会抱怨，哎呀，就是很麻烦，还是种种的东西会在心里面抱怨。现在就是每天会感恩他们会帮我弄早餐给我吃啊，准备我要吃的食物啊，就是每一天会去感恩，就是说生活上会真的是不一样，然后每天的那种心情也会不一样，然后跟同事之间的相处完全改变，然后就以前读很多的身心灵课程，一直要改变，改了20年都没有改，每天还是发脾气。但是真的是做了这个爱跟感恩，就是很短的时间里面，连同事都会发现到我真的改很多。然后每天就是心都很柔软，就是一直会去做感恩。所以我觉得就是希望大家真的能够花一点时间去看这本书。当你看了这本书，它真的是能够改变我们的生命。感恩。啊，就是这本书。超级生命密码啊，这是一本工具书，真的咯啊，我们可以拿来放在枕头底下睡觉，它是有能量的啊，有很多人都可以见证。那么如果谁要这本结缘书的话，这边因为有善心人士要结缘啊，所以如果谁要这本结缘书的话，你们可以传短信，就是 SMS 或者 WhatsApp 给这个号码。因为我们想就是记录，就是有哪些人拿了这本书，就方便我们以后联络你，好不好？这本书的零售价格是45块哦。那么
Joyce 介绍一下，他是在本身他在新山是一个很成功的商人来的啊，所以他其实是老板阶级的，所以很幸运啊，他的员工啊，他的同事啊，因为他的改变，所以大家都更美好。那么现在我们请亚明师兄。啊，让他来帮我们见证一下。啊，各位同修，大家晚上好。我接触到这本书的时候，大概应该是去年吧。我在环保站的时候，玉米师姐就过来送这本书，我们也不知道是什么东西。不过既然拿了，我们就拿了。不过也是不当一事啊，像刚才前面几位同修讲的，就拿回家去就算了，也没有看。直到今年二月是吗？是二月嘛？老师来嘛就讲。一月来讲，我就跟着我家师姐一起去上这课。过后我也是不当一事，什么东西？因为我家师姐要去嘛，我不是陪着去哦。不，那个缘分应该我认为是我和这个老师应该有缘。我回来我也是没看，也没看。直到今年八月什么啊，忽然间我得了，刚才那位师姐是讲是她乳癌嘛，我是前列腺癌，我不知道，结果我进去马里讲啊，各种因为吃鸡引言啊，我遇到的是吃鸡的医生，那么他告诉我，哎，这个你应该是不好了哦，就做手术，那做手术就做手术吧，我们就先去医院了。就在那一天晚上，是还没动手前晚上，我才认真，碰巧我有带着，我就认真看，慢慢看，慢慢看，哎，这个适合我嘞，我才在那边看了，看了第二天很顺利，手术也很顺利，这医生说没有大碍，哎，我听了就滚一下了。当然嘛，我们这个问题医生说什么我们就照着，他说 OK 没什么事，就动手术出来，就在医院里住了七天，我就好好的看了这本书，我真的是好好的看，通过看了一直在看，我到现在还有一些东西我不是非常明白的，所以我劝大家如果是有机会就这样看着，看了这本书以后，哎，你会忏悔，是真的是忏悔哦，不是哎普普通通的忏悔就算了，我们发现说我们的杀生很重，我们要像以前以往我们的各种各样所造的业障，以前我们即使看不到，不真今生今世我们的杀业很重，我不是讲各位了，我因为我家里有炎帝嘛，有炎果炎啊什么，我们就喜欢去喷草药啦，什么总之各种各样的放火烧茅草吧，你看这个茅草吧里面的生物是多少呢，一把火烧就死了多少，所以我们要向这些人忏，向这些生物忏，向各种各样的忏，像我们的我家里的啊，我们的父母，我们以前恶言恶语的放也要跟他忏，所以忏悔方面我觉得我每天都在做，几乎是每天都在做，刚才师姐们讲的，真的你要做的这个忏悔，你不知道有哪一种，现在驾车刚才不是说做袅袅感恩吗，感恩都要做的，你要感恩这个，哎，马车都这么好，你的车走得很顺，这个你要叫红灯，哇，没有这样的你都要做，我就很对哦，很幸运我遇到一百老师跟我讲这些东西。那不久前我在经济方面呢，因为很喜欢用卡的嘛，现在用卡，用了不知不觉欠了一笔钱，结果，哎，怎样解决？也是由我家我兄弟姐妹我女孩子们帮我的忙也解决，哎，这本东西很不得了呢，真的不得了，你要好好的去看它，我鼓励大家看了，哦，苏宁，对啊，哦，那位是我另外一位在吃鸡里面的师姐啊，苏宁师姐，都很刚开导了我一些东西，啊、哦。我觉得大家用心一点，这个东西是一个宝来的，真的是一个宝来的，
每天都去看他，哦，哎，感恩大家了哦，哦，霸占大家的时间。好、哦，感恩亚明师兄哦，他的宝哦，沉淀了这么久哦，现在终于浮上来了了，啊，他已经拿到书已经整年了哈、啊，完全没有去看啊，现在才知道是宝。那么啊，亚明师兄他是个退休老师。啊，那么一路来都在慈济活动啊，做很多环保啊，种种的善事。那么现在我们请一个很棒、非常棒的中学老师，你是谁？看他怎样落实老师的系统，爱与感恩啊，在他的学校，校长、同事、学生啊，甚至他本身，然后加上。啊，老师的心法啊，怎样改变了自己，改变了教堂老师和所有的他教的学生？我们请陈美珍老师。大家各位晚上好，我是美珍老师，我是在马六甲一间国民型中学啊。担任老师是最近才换回去的一件事。五个。起初回到去的时候，因为从SMK 换去 SMJK， 所以那个工作方面的改变很大。开始的时候有一点不习惯。我接触这个超级生命密码也是今年大概是七月份的时候才接触到。我也是抱住像你们现在的心态，到底什么是超级生命密码，有用吗？我是抱着半信半疑的那种心态，因为我的朋友，很好的朋友介绍我，美玲啊，她说是蛮有用的一本书，可以去看，去参考。我就半信半疑，都不懂什么来的，你讲看 OK 了我就看，结果就是这样子保持这种心态，不相信的心态。到了八月，他就告诉我一个太阳卡，结果我一抽那个太阳卡，连续抽了几轮，都是抽一样同样的卡，告诉我要全然相信，因为我起初真的是不相信的。OK， 过后我就说 OK， 既然我抽到这种卡，我就转一转，想试一下相信里面的东西。就开始运用里面的东西在我的生活上，因为我在学校的职位太多，所以有一点分不到身。起初做的时候会很抱怨，因为太多工嘛，一直要做，做又做不完。我每次是6:30去到学校，我差不多5:00下午才回家，有时开会开到6:00，回到家6:30，所以我有想过这个工适合我吗？很累，因为付出是整天，回到家也没有休息，还要继续做从学校搬回来的东西，所以开始会抱怨。抱怨的时候我就想 OK， 既然接触到超级生命密码，那么我就把它里面的心法，那个一二三心法放进去，学会感恩，就是做每一样东西我都感恩。结果运用了大概2个星期，我看到效果。因为第一，校长的改变，他开始从一个比较固执的人，他可以接受我的意见，所以他开始看到我的工作量，尽量都没有把很多工作再推下来，他会把工作分配给别的老师。然后如果你问我跟同事间呢，因为大家都是同样的工作量，所以会抱怨。同事就会来找我说很难做，就这样一直来诉苦。过后我就会笑笑跟他讲，好咯，既然都这样也是要做，就放开心去做。结果我发现到我的工作量就越做越快，反而在本来要很久的时间，结果很快就完成了。过后我就发现在学生同在校长同事之间有改变，我就试一下运用在学生。我上课前我会感恩每一个学生，因为我教的是比较后面的班，是属于
那种有问题的，所以我就把它当成是一个挑战的班来教。那些班是其他老师都不想进的，因为很有问题嘛，记忆问题，第一个记忆问题，第二个学习问题，所以进到去的老师，每天你听他要进那一班的时候，他会说，哇，我又要进那一班了，所以他就有一种不一样的心态进去，所以我就说，我试一下，换一下我的心态进去，我学会感恩这个学生，这群学生给我机会，我就运用，感恩心进去，我发现到原来学生会发现的老师们的用心，当你用心的当下，他们的心态竟然会变了。所以在他们身上，我看到了一个东西，就是你付出多少，可能你得到的比你付出的更多。因为我的学生开始学会，用心做功课，过后呢，你叫他准备的东西他都会准备，而且他的，因为以前我们进去他不是没有课本没有练习簿，他可以连笔都没有的啊，这个是真实的，他可以一支笔五六个人在用的。 OK， 我说没关系，我买给你，所以我会准备给他们啊，课本我是没有本事买，因为没有卖嘛，所以但是他们很合作，就是他知道要我的截了，他会站在办公室门口等我，有时我稍微，因为我会换班，我迟了两分钟，我下来看他在办公室门口，我问他怎么你站在这里，他会来告诉我，老师现在你的截了，你还不要进班吗？所以那种改变，我觉得他是抱着那种想上我的课的态度进班，所以你的心态会不一样，他做功课的时候他也做得比较快，他有时给少一点，他问你今天降两题够吗，他会问回我你给降少吗，有时偶尔我会因为看他的其他科的工作量太多，我就稍微 OK， 今天你学会这些，今天就给你休息，他会用一种很质疑的眼神看着我，你确定你不要给我们功课吗？所以有时我在想，是我把他们练到每一天要做功课了呢，还是他们的心态在变？我静静的观察后，我发现是他们在变，因为有老师他曾经来告诉我，Miss Tan， 怎么那一班上你的节奏很近，每个静静听的，我讲我也不知道，可能他比较喜欢上我的数学节吧，所以他就很近的，没有走来走去，就是静静在做功课，你给几题他就做几题，他也不会乱的。可是我看过其他老师的接收，他们会乱到在里面差不多要打架起来了的过后我发现原来是爱跟感恩是需要用哦，所以我用了过后我发现有改变，我就在用在比较好的班身上，我叫他们写感恩词啊，我 feedback 回来的感恩词其实蛮惊讶，因为有一段是我现在还记得了，他写的那一句是，我感恩今天老师教会我感恩，我没有 expect 这个学生会写这样的东西给我，因为那个学生是一个很文静的学生，所以我分享大概是这样多，因为也不够时间，有机会下次再分享，谢谢。好棒的老师，对不对？落实爱与感恩在校园啊，放牛班的学生哈，我可以见证，因为我以前也是老师，他们都是没有带书、没有带笔的啊，他们的书包是空空的啊，所以你看，孩子他们不会感恩哦，因为我们大人都不会感恩嘛，对吗？所以他学生那一段多么感动，对不对？感谢老师教会我感恩，所以我们有教我们孩子感恩吗？哦，今天回去就开始行动吧。那么接下来我们要请一个从新加坡来的 Sharon 啊，看他怎么样利用爱与感恩落实在他的工作，然后他的工作哈，差不多哈是零 zero defect， 这样讲啊，零瑕疵。 OK， 我们欢迎 Sharon。
大家晚上好。零瑕疵其实是应该算是今年这两年来的事，并不是以前我十多年来的事。十多年以前我都是那种怎么讲呢，好像消防队里面的消防员，去到哪里就扑火而已。OK， 因为我在物流这一方面工作，然后我是在货仓里面。如果你知道最近的货仓里面工作的人，大多数啦，没有可能是华人的，你看到的都是大多数是马来人、印度人，对吗？然后几年前，他们也给了我一个名字叫做 Indian Killer， 我不懂，我不知道怎么跟你说。我可以是那种在货仓是蛮大的，127,000的那种，然后我就可以在床在工厂的前面哦，可以喊到后面去，我 make sure 他听得到我说话，我 make sure 他会羞耻，羞耻啊！为什么？为什么我要有这种心？那时候是可能是那种很想生气、很想骂，因为他可能做错，然后他不听你的。想想看，如果你的上司是一个女的，然后你是一个男的，你喜欢人家喊你吗？而且是在当中。以前我不会说什么的，他第二天不要来是吗？算了，我没有了他，我还有别人。以前我的想法是这样。然后你想想看，印度人他们对女孩子是怎么样的想法？他们是高高在上的，对不对？所以真的哦，怎么办？你需要他们做工哎，现在是越来越需要哎，对不对？你要找一个年轻的能够做的，能够一面做工帮你存货，又可以打电脑，又可以跟全世界人沟通的，有几个？然后薪水很低，有几个？他们都要做的是穿到美美的，不管是在卖衣服也好，对不对？但是怎么办？后来我也不知道，我的脾气就是从那边开始的。以前我的脾气不可能是这个样子的，我很暴躁，而且物流公司老实讲，我们是做24小时，24小时里面，那1997、1994年开始，你们都喜欢用电脑了，我也很喜欢，我中学19多年也是常常烦着我们要用电脑，那我就做电脑的 spare part 啦，谁的电脑坏一天都不可以的，都在那边烦，都在那边叫。但是现在你们没有电脑可以吗？你们有电话。所以这个整个十多年来的改变，我怎么改变？我的货仓还需要电脑吗？我的 spare part 会越来越少吗？我的工作保得住吗？十多年的经验可以还有吗？这几个月，这前面的几个月，我都会在想，我还可以做什么？物流其实有很多大学生，有很多大学生哎，你要跟他比吗？比什么？比经验而已哦。啊，真的哦，那怎么办？其实我根本不用比，我只要跟自己改变就好了。后来，也是真的啊。员工也看到，就说：“哎，这样的人要改很难哎，十多年，我也活了40多岁，要怎么改？”后来，你真的是要踏出那一步，你真的是要去感恩。你明明知道公司需要的是人，需要的是要用很少的人，要用很少的器具，要用很少的叉车，但是他可以做得到比别人多的东西，你怎么做得到 ？Magic 啊！有没有魔术的？但是你怎么做？真的，我只能够感恩每个员工都来上班，每个员工都没有 MC， 每个员工都是快快乐乐的。还有就是我的叉车，我的每一个器具都是没有 downtime 的，没有有 downtime 到我一个小时要70粒的货，还是一个小时要100个货，我都做得出来的。我都每次跟 meeting 的时候，快开会的时候，我都跟他们说 ，just do your best， 就是把你的东西做好就好了吗？为什么你要想？但是怎么办？所以我说要讲了那么多，然后这七月
我来了一个挑战，就是老板说哦，这个生意很难做，我也准备了，我也不知道我要去哪里。我说好了好了，那我就几个月来休息一下，沉静下来，让我想我要去进修什么。人到了这个年龄，还是要上班的，还是要做工的，要不然怎么办？也是有家庭，但是家庭跟生活跟工作其实真的是需要去 balance 啊。你能够全程的去工作或去家庭的话，你要怎么做？那我想，哎呀，好，竟然后面还有家人的 support 哦，说这几个月没有地方住，还是没有什么生活不花费不那么多的话，就让你自己跟休息 OK 了，我就这样想。所以在八月的时候，我的老板，我的上司他就来了，他就跟我说，我讲哦，准备了准备了，我这辞职信也在后面了。我就想说我不要等你碰我，我自己碰自己那种感觉。后来上司跟我说，哎，你要不要去试试看另外一间另外一个部门，这个部门挑战虽然大，但是你能够接受挑战吗？你去 interview 看他们要不要你。如果以我这种脾气，我告诉你哦，是我要他，不是他要我。因为我以我的经验，我怎么可能是这样子的？但是没有了，我那时候真的，我想想一下，哎，我学了那么多东西，难道没有应用上来吗？我去到那边，我告诉你，我真吓呆了。我的上司是印度人，我完全不是印度人。然后我真的是真的要感恩。然后这两个星期，我只上在今天是星期六哈，两个星期11月1日到现在，认识我的十多年来那些 regional 的，就是不是新加坡，还有其他的，他们有些时候会问，哎，你在哪个部门？我就告诉他，啊，他们的眼神告诉我说，不知道是惊喜还是怎么高兴的时候，我当作他们恭喜我。但是我进去，每个人在那个地方有140多个人哦，然后就告诉我说，其他人原来都认识我，哎，原来我的脸臭名远播。然后每个说，哎，你在哪个部门？我说，哦，我在 quality 的品质那边，哦，那边比较好。这边你不要进来，他就告诉我，现在可能想，如果我进来的话哦，糟糕了。那你真的，那这两个星期里面，我面对的顾客，然后上司有告诉我，你要心理准备，这个顾客很难顶，所以之前已经有两个啊离开了。那我说好了，都来到这边了，要给自己信心嘛。那当然，我也是要赶快做心法，要 back up 自己，把自己的能量提高一点点。那这两个星期这两次的 meeting， 我告诉你，我真的可以看得出他是我是他的感觉。因为那个顾客是怎样的，他用喊的，他虽然矮，但是他用喊的。然后他的 meeting 里面，真的，他虽然是一个非常高职位的人，但是他很多东西都是用喊的，用恐吓你的，然后要你做一个礼拜要做多少多少种那种，就像说，哎，华人新年，也不是华人新年，那个中国什么独立日刚刚过哈，你们是不是一个礼拜了哈 ？OK， 下一个礼拜我要你们的 KPI 全部都能够比啊！我不管你的活力多少，就是我们的那个生产量多少。我也笑笑啊，好啊，哎呀，你讲的啊，你一定要给我做到啊！他用这样的想法，你会怎么样？如果你是我，或你想想我刚才跟你们解释的，我是怎样，我会的反应是什么？我说好，但是我希望每个人都是人啊，哈，都有一个里面。如果他是人的一个里面的话，当然我没有这样讲啊，但是人的里面，我做得到就是做得到 ，OK， 所以啊，真的很好，我真的做得到，到现在火力电竞还是能够 100%， 然后我也希望我能够一直一直的在进步，然后感染更多的人。好，谢谢你们。奇妙吗？方式一改变，哦，以前都是这样骂人啊，哦，没有给人家留脸的，所以你想象他的下属会怎么样的反应？哦，先学了爱与感恩，把它落实，学了这么多有什么用？就好像周一讲的，对吗？哦，书盖上来又是老样子。啊，落实是最重要啊！落实在他的工作上面，所以你看，啊，老天都会帮助他 ，KPI 可以达到那个目标。
啊，真的是零瑕疵。所以这么物物流是一个非常压力的那个工作环境，所以这么压力的工作环境，是不是你需要一些保护，对吗？一些正能量啊，使到自己可以轻轻松松的啊，然后工作啊，情绪方面不受影响。所以真的是很棒，我们再给Sharon一个热烈的掌声。那么现在我们请来自马六甲的Robin 先生啊，来为我，他是一个又稳又重的那个大老板，来为我跟为我们分享。然后他为什么会投入超级生命密码这个系统？要跳掉吗？就我帮你。哦、oh, ，sorry， 要开。Hello， 谢谢一美，谢谢超马家人。谢谢麻波的朋友，大家好。今天，我们来自马六甲呢，有八位同事从马六甲来。来的时候呢，每个都穿黄色的衣服啊，所以走在路上呢，我也是很怕会被 block 啊。因为今天啊，搞不好啊，要去吃咖喱饭了。所以有一个老师呢，他讲。如果有 block 啊，你要放我下来啊，不然我明天要教书教不了啊。所以今天穿的衣服呢，很有正的能量，所以也很顺利来到这边跟大家见面。所以今天麻果呢，听讲是有很多的这个宴会哦，所以在座的都没有去宴会，能够来到这边来听我们的分享，我们给自己一个热烈的掌声好吗？啊。首先，我非常感恩，我们太阳圣德老师，啊，导师，给我们这个机会接触这个超级生命密码，啊，在我还没有加入这个超级生命密码之前呢，我本身也是做生意的，啊，在求佛州，起初当时的这个投资呢，我一般差不多用整万块的投资。啊，这十多年的进展呢，是不断的生意不断的往上的跑，可以算是跑得蛮顺利。到后来呢，生意的营业额一个月可以算是超过百万了，啊，那时做的还不错。然后想把生意搞得更大呢，就跟银行贷款1000多万盖一个大楼。哦，那个时候的前景来讲呢，生意的起落我们也是估计不到。那时我们的生意一直往上跑，觉得是老天对我是非常的照顾我。可是偏偏呢，你看是不是很多？一个人太多了。如果到一个高峰呢，本身的基础的德行打不好的话呢，激励呢就会往下掉，往下跑。所以我这边想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一段的时期，银行的贷款每一个月都要还14万，哦，非常吃力，所以生意呢也慢慢的不理想。那个时间的过的日子呢，非常非常的辛苦哦，几乎说呢，睡觉的时候半夜可能也睡不着，听了电话也很担心，啊，整个人的能量场的是。非常非常的低，非常非常糟糕。那一段的时期的度过呢，是非常不简单。还有呢，我有一个我的太太，啊，既然她坐在前面呢，我就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位就是我的太太。在困难的时候呢，她的确是助我一臂之力啊，非常大的一个支柱。让我度过这个时期，我非常的感恩他，我爱你。哇！酷啊酷啊！哭不出了，太老了。所以我那个时候呢，情绪很低潮，然后呢，我就接触了这个超级生命密码，超级生命密码里面的系统，还包括一梅姐呢，就每天每个礼拜都到。马六甲去跟我们分享这个超级生命里面的系统爱与感恩，还
还有学员的分享，无形中呢，我给我深深的感觉跟那个体会呢，这个超级生命哪里的系统呢，给我有很大的转变，就是在心灵上和情绪上和这个能量的这个转变呢，给我带来很大的突破。怎么说呢，系统里面它有教我们这个步骤一二三，就是我们做人要忏悔要发愿，然后就是懂得感恩，就是还有因为有太阳呢，生命就是放光芒，那个我们的呼吸吧，这个能够让我们调整我们的正的能量，这就是我们的内功。内功呢，一般如果是说我们一个人如果是在修行方面，不要说是一年或者是两年三年，如果你在这个心态上一个人的习气他不放下每天跟人家吵架不放下，还有就是怨恨不放下，还有就是讨厌人家看起来不顺眼，种种不好的东西不放下，那么呢一个人在修行上可能就是给我们一个很大的障碍。所以我们呢要学这个修行根基，那个德行一定要扎实的好。所以呢在这个修行的过程当中，我们在会不断的成长，我们人的正的能量呢也是不断的提升。那么还有呢就是能够做一些慈善，或者是把我们的老师的好的书本呢介绍给所有的人，把这个爱与感恩这个好的这个利益众生的东西呢能够传播出去，就是我们做的外功，能够把我们的身心灵的这个正的能量呢提升上来，那么我们人生以后走的道路呢确实能够让我们顺顺利利。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作为了我的这个工作目前也做得不错，包括现在的房地产，以前我们的地呢建高楼，现在也在进行当中，还有就是做一些中国的市场也是不断的在进行，还有本身的一些店面呢也有可以出租出去。所以在种种的这个超级生命密码里面的系统呢确实也不断的有进展有改变。所以我想今天的学员朋友们能够参与今天的分享会呢是非常值得。所以我们老师十二月会来，我希望大家呢能够把握这个机会来参与我们的这个老师的这个课程。今天呢我就说到这边，我祝福大家喜乐丰盛，因为有太阳大家同时发光芒，感恩大家。好，感恩 Ruby。 你看一个大生意人走下坡反省，知道自己可能得恨不够，走上修行之路，遇到超级生命密码，柳暗花明又一村啊，真的啊，他的生意慢慢的上轨道。那么因为时间的关系，大家还要听吗？还有几个蛮精彩的嘞，要吗？OK， 我们请吕汝燕，他怎么样？秒秒感恩，秒秒开运了，他的运气还越来越好。他是特地从吉隆坡下来的，是一间大工厂的 CEO 来的。这个大力哦。哎，这个，不用我先来。各位朋友，大家晚上好。感恩太阳圣德老师指导，感恩易梅姐的带领，还有感恩所有志工们默默的奉献在筹办今天的超级生命密码实修实练分享会，也感恩各位在这边的来宾，让我有机会上台来说两句，谢谢大家。我在超级生命密码呢一年里面呢，我感觉到脾气啊运气啊事业啊都有很大很大的改变，很多很多的奇迹。不过我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我跟大家分享这一两个月来的
奇迹。OK， 各位朋友，我们尤其是南马的，每次过年啊，还是喜庆啊，是不是讲黑啊、红啊、黄啊，对吗？对。就是我要跟你们说，参加了超级生命密码以后哦，你可以天天黑啊、红啊、黄啊、爱黄啊、黄啊。对。只要你秒秒感恩，就会有秒秒开运的奇迹。只要你相信，只要你去落实，一定会有梦想成真的时候。我来分享一下，每一天我是在管一个工厂的，那我们的雨伞呢是在卖在所有的 supermarket、 hypermarket 还有那些广告伞啊。我相信你们手上一定有一把我的雨伞，因为你们有坐汽车吗？对不对？你们有保险公司吗？对不对？有做 AHL 对不对？都有我的雨伞，还有去 Hypermarket 买的都是我们的雨伞，所以感谢大家的支持。Okay. 每一天呢，我到了公司呢，我都会先去看那个车雨伞啊，然后我看到那些外劳啊，听到那个侦车响啊，我就很开心啊，因为订单有了嘛，所以很开心。那我自己感恩的时候，我现在开始跟我的同事、跟我的外劳说：“哎，你们都要感恩啊，这样我都要忙呀忙呀啊。”然后订单多多，他们也开心，我也开心。然后呢，就把这个爱与感恩呢，若就是用在车雨伞的时候多感恩，感恩这个我们的同事之间的相互支持，感恩我们的客人给我们的订单，用感恩的心去车这个雨伞，感恩。希望就是把这个爱与感恩，希望得到拿我们的雨伞的人都得到祝福，都开运，跟我们一样开心，哦，所以我们发觉，这有一天我的同事呢，我的厂长呢，我们就拿到那个，我们每一年会拿到那个国王的订单，因为他们要升职嘛，那国王的订单，那我就跟我的同事说，哎，你要秒秒感恩呢，感恩这个雨伞哦，感恩跟他感恩到够够力哦，然后那个国王的运气会给我们，我们订单会更多嘞。那我的同事真的是讲这样子讲，真的越感恩哦，那个订单越来越多。各位啊，现在的行情啊，订单有都偷笑了，现在订单做不完，有加班都是更开心，对不对啊？Okay, 然后呢？竹子的。OK， 然后这个是我们的订单越来越多，就很开心嘛，对不对？没有压力，就有多一点时间来做超级神秘密码咯。OK， 另外一件事情呢，我在马六甲的时候，我听到同事那个有一个学员啊分享说，那个他的公益处租出去，我回去也是一直感恩，跟太阳公公讲嘞。然后我们的公司的公益啊，店面啊，我可以跟大家说，我真的是很感恩的，真的是很黑很坏。一个月内啊，租出去四间啊，又不用经过 agent 啊，省了 agent 也投一线嘞，现在很开心哦。所以我要跟大家说的就是说，我因为这样的东西呢，我会更笃定，更相信太阳圣德老师，要听太阳圣德老师的话，跟着超级生命密码走，勇猛精进，实修不咒一二三，每天听蔡礼旭老师的弟子规，因为弟子规会帮我们记得，就是教我们记得这的良方，我们要读四书五十诵，并落实在我们的生活中。还有呢，就是勤勤劳的做利益众生的事情，就好像一梅姐今天给我机会跟大家分享，我希望我们的分享也能感动到大家，能让大家一起来加入我们的超级生命密码，也希望大家跟我们大家一起一样，秒秒感恩，秒秒开运，拼啊，红啊，好啦。好，大家要不要学有印象，拼啊，红啊，好啦。所以你看，12月17号和18号，我们做，我们不讲弟子啦，我们没有拜师嘛，我们讲学生或者学员。那么老师给我们一个这么好的系统，让我们连接到天地的爱，得到一大堆的那个幸运啊、恩典啊。所以老师来，我们是不是要支持？啊，老师每一次的讲座、每一次的课我都有去，每一次去那种收获又不一样，真的真的那种内心微妙的改变，然后智慧的提升，然后内心的笃定，那种喜悦，然后你在日常生活中，你好像什么都不怕了，什么都可以放下了。为什么呢？因为现在有天地做依靠啊，靠山，什么靠山最大？天地最大嘛，我们的祖先讲的嘛，对不对？啊，我们的祖先每天在拜天公嘛，不过这个比天公还要大，
啊，这个是整个宇宙啊，主宰我们的整个宇宙，那种宇宙的能量，宇宙的爱。所以天地宇宙给我们做靠山，你们要吗？要不要？大声一点。要啊，要，所以就一定要去参加老师的那个讲座和课程。每一次的参加，每一次都是心灵的洗涤，都得到很大很大的提升，不管是内在还是外在啊，收获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大。那么现在因为这边还有几个小朋友，对不对？那我们就请一个小朋友来帮我们分享一下他落实这个啊爱与感恩，然后他有什么收获。快点快点，没有时间了，一分钟就好。一分钟啊，小朋友我也不小了，21岁了，可以投票了。 OK 要讲的是，就因为身为一个年轻人嘛，哦，我个人的感觉就是现在年轻人因为资讯太过多，所以要看到的东西、学的东西其实比他们这一辈安迪多很多。因为由于我们的科技真是太过发达了，我们知道的东西太多，所以我们会知道要讲起国语，对很多东西有半信半疑。当时我妈给我讲这个东西的时候啊，我以为这个是邪教的那种，哦，我真的不相信。因为他讲老师的书要买，哇，这种东西要买啊，不是有人要捐款的吗？对不对？这种想法。但是过后他就给我解释，因为如果你自己用自己的钱买，那个才是你自己，就是对自己一个责任。因为当人家给你一个东西的时候，你就觉得理所当然，然后就不管他，就像刚才那个亚明斯波一样。因为我本人也是收到免费的书，我妈给我这本书哦，至少半年。然后当初我会看哦，是因为我现在实习了，没有事情做，整天没事情做，就拿本书来看，看了我一天就看完了，我就觉得哎，非常有道理。然后刚才各位也是听到很多这种奇迹的东西，但是我个人来讲，因为我们像我之前讲啊，我们年轻人看到的东西比较多，我之前也是听到很多的传教，你们可能会觉得哎，这个东西好像有一点基督教的成分，结果自己帮助自己，上帝来帮助我们，我们这边也是有讲。哦，因果报应，哎，这个不是佛教的东西咩？怎么这个什么超级生命密码这个东西，好像什么都有这样咩？咋不用都有？但是各位不用怕，因为我们相信的其实就是，我觉得就是真理。老师教导就叫真理，因为这些都是真的。如果你自己也不敢再踏出那一步去实行这个方法，你怎么会进步？如果你没有自己去自动自发去感恩，你怎么会去察觉到那个改变？因为我个人，我分析这么多了，哎呀，我想太多了。我分析这么多，我觉得是其实所谓的感恩，所谓的爱，就是一个心态的改变。真的，你无时无刻把自己准备在一个很好的环境，只是很好的心态之下，不管遇到什么人，你妈妈屌你都好，你谁屌你都好，你会觉得哎呀，屌我，屌我就是屌我咯，30秒罢了吗？过一分钟还不是已过天晴，对不对？彩虹也是要有下一个才有彩虹啊，对不对？没有屌过你，你还会成长。因为我从小哦，我是打羽毛球，我被教练从小屌到大，所以我其实每次被我妈屌到很多啊。人生中你没有被屌过哦，你根本不知道社会的苦，对不对？每个做工人一定会被老板屌过的，因为我就是被屌长大的。所以其实我人生为什么我会觉得，我个人会觉得我会比较顺，是因为我被屌惯了。我看事情比较轻，因为我被屌惯了。所以其实总结来讲，就是为什么被屌惯了，你看事情哎，这个其实没有什么东西，就是因为你心态已经成熟了，你看的东西比较多，你被屌的东西比较多，你就觉得很容易放下。所以其实这个方法我做了，我就觉得我生活其实更顺。因为我之前一样啊，像之前那个什么凯越，凯越也是一样，很容易就是埋怨抱怨。我个人也是这样，我妈妈都讲，我一点点我就讲，哎，这边好像不好嘞，那边好像不好嘞。然后过我现在想回来，我自己好像有点不懂得感恩啊。像我妈讲的一样，要从源头感恩。当你感恩了，你才会知足，你知足了，你才会接受，不管好还是坏。坏的你感恩，它是一个磨练你的机会，好的当然要感恩，因为你得到的是很好的东西，对不对？
就有分享到此，谢谢。那么我们请素妮师姐来帮我们分享一下，她有一个非常精彩的那个家庭霸点的那个连续剧版啊，不过她五分钟就可以讲完。做讲嘛？大家晚上好。那么今天刚才我是厚脸皮求一美师姐给我出来分享，因为其实今天是我的生日。生日快乐！然后为什么我要分享？因为刚才六点多，其实我是做了一个小手术。今天早上11点多，我在环保站呐、啊。那么我上，因为要给职员赶快出，那么我就急促的个性啊，我就这样丢，结果啊，就丢下去，我的那个脚哦，我就知道哦，一伸哦，我就知道。夹了料，那么当下我就赶快嘛去坐在椅子上，哎呦，那个脚是这样的吗？但是我的脚趾哦，第四根起来指天，那个时候我就赶快嘛坐下来，那么我做了深呼吸，我把它硬按下去，硬硬按下去的时候哦是很痛，那么我的泪水要流下来，但是那一刻哦，我跟你讲，因为我们有斜操嘛。但是哦，当今天又是我的生日，只是哦，因为懂得转念。但是那一刻，我真欢喜，所以我跟人家这样讲哦，可能人家会觉得说我变态了，因为刚才我的老公讲皮笑了，因为我就当下哦，我就很高兴，哎呦，我的生日哦，发生这样的事情，重业情报嘞。真的嘞，我真欢喜。那么其实我脚这样哈，其实哈脱臼，那么啊、我还可以去做工，因为我一直感恩嘛，所以我还可以去做工。我11点多发生这样的事情，那么我还去师姐的家，师姐坐在后面，我还去跟她写手语一下。刚好今天我生日，我另外一个师姐，她刚好今天生日，她打电话给我，哎，师姐，我们在 K 歌城，你过来唱歌。结果我还去唱歌嘞，唱到6点多回来的时候。我老公比我先回嘛，我就卡啊，你看拜姐，他问我说，哎，你的脚什么事啊？我就跟他分享说，哦，我的脚啊，刚才我早上在环保站，那么我的脚是这样指天，我硬硬按下去，他讲对卡啊，你看，那我会夸老公，我讲没有，我讲我要给他自己好啊，老公哦，其实我这边哦，我要分享的是，其实我老公哦，之前哦，他是很自私的，他看到我这样，他是不会关心我，但是今天他就念了我。就是笑笑啊，你的脚哦，你应该不要去做工了，你就应该去看医生。他讲你一定要去看医生，他就在那边杀我。因为今天晚上本来我是跟我的孩子，我们要出去庆祝嘛，就跟他讲不要啦，没台阶啦。那么我老公就硬硬跟我再去看医生。那么第一间呢，那个医生就看了，他就讲哦，我们没有 X 光嘞，你哦，我看你的脚哦着黑了。他讲有两个可能性，他讲可能是等嘞那个脚趾。我就讲假了啦，这样断要怎样？他讲断哦，你就要去开刀啦，你去住医院。他讲另外一个可能性，那么可能是他的骨处裂掉啊。那么他就讲说没有，你就去伊丽莎白有 X 光。那么我其实我就去伊丽莎白照了 X 光，医生很黑美。那个当下他就告诉我，他讲脱臼了。他讲我跟你做一个小手术，结果哈、哦，其实我是一直感恩啊。但是在车上，我老公刚刚他就问我。哎，你今天哦，你这样哦，因为你在环保站那边差不多要5年了。其实哦，师伯他们都知道，其实我是一直在那边，一个礼拜我都会去几天。其实我是风雨不改，但是当下哦，如果是以前我的性格啦，其实我是很会埋怨的，我一定会想说，你看做了就无用。然后啊，我这样付出，但是上天给我的回报是这样。但是今天呢，我觉得很开心嘞。我真的，我就是没有想到那些，我就觉得也欢喜，唔知欢喜是咩啦。但是我就知道说，我也欢喜是因为重业情报。那么我老公他在车上来问我，哎，你这样做哦，你看哦，好像都没有什么值得。他讲你就是很好的，讲我一大堆，但是他又问回我一句。这样子哦，你发生这样的事情嘛？他讲你是用什么的态度？我跟他讲我很开心嘞，他讲笑了，他是这样讲。那么因为呢，我接触这个草马啦，是因为一美师姐的爱。他在去年8月2号，他送了一本书给我。然后我这样讲，其实我跟另外一个师姐就在那边，其实我卖关羽，但是我看到他的爱，因为
解哦他的爱，他讲日爱放了枕头底下睡，其实前程哦我什么我跟他叫我要做新宝讲其实我得了偏移，我讲偏话，那么其实我会怕我辜负他，因为他的爱我从头到尾那本书其实我是一直睡在枕头底下，那么每个月我会跟他碰面几次，因为我们带慈烧团嘛，那么我死了啦，他送我那本书不懂，在两个礼拜过后他会遇到我，他一定会问我说哎，师姐你有做心法吗，那么我一定讲说爱爱穿高板，我就讲我青菜乱乱走，其实我是乱乱做，乱乱做了过后哦，没有感觉到什么，那么就是因为我很犀利，我们的那个师姐他就不懂是九月多还是十月，他就问了哎，师姐你有做吗，那个时候我就静静，我也是骗他啦，给干走了污了，没有什么，其实我没有做，其实我是乱乱做，但是我其实是懂得感恩的，然后师姐就跟我讲，她就跟我分享说她做了几进步进步，因为那个师姐哦，其实我每个礼拜哦，我会跟她一起去上课两三天，然后她时常是抱怨的，哎，我每次上她一上我的车，她就跟我讲到一大堆，那我就看她讲她进步，哎，真的嘞，没有公认她的妈妈了，没有讲她弟弟的坏话了嘞，那么啊，我就看到这个改变哦，那么我就讲回我自己，人家如果可以进步，他做得到，我素妮啊，不可能什么都做不到，所以呢，我真的，我回去我就想一下，那么我就其实我有拿出来做，做了当中，第一次我做的时候 ，OK 啊，是蛮不错，但是第二次我很用心做的时候哦，我跟你讲，当下的我是泪流满面，因为跟我老公的关系，老公是被宠坏孩子，我是大女人嘛，因为我是在一个单亲家庭长大，所以哦，我认为说，今天只要我要做的事情，我没有什么做不到的，所以我不需要怕我的老公，所以我跟我的老公啊，就是师姐讲的，人家哦，是我很羡慕，曾经很羡慕这样的家庭，人家是两天一小吵，三天五天一大吵，那么我的家庭呢，假了，就是哦，我跟我老公啊，其实哦，每天哦都扮演那个两脚半能够不满意给左邻右舍的人看，可以为了一只锁匙嘛，然后我老公就讲穿小杂货，你的声音你不会丢脸，你只拍物质的人可以听到，然后今天其实我塞了，其实我声音是很大声，那么其实我一直在埋怨我老公的当中哦，我的老公哦其实哦只会越来越糟糕，那么我老公给我的课题哦越来越糟糕，是很难写的一个课题，那么大家有没有想过自己的老公，我老公他甚至可以哦，他出去两三天他把电话关掉，他没有通知我，两三天过后哦他回来，那么他就喝酒，他其实哦两点回来洗圣经扎了四点五点，那么还有我不干读过，那个时候跟你讲哦我很多的怨恨，所以我就是每天哦，我每天我头脑就想谁都不是不在安装哎，贵为贵就是跟鬼有关啊，那么我就是埋怨我老公，那么我还有一个强项就是做什么事，我有四个孩子嘛，那么啊，我为了要拉票，其实我孩子的感情也是跟我比较好，我每天我就是在我孩子的面前讲我老公的坏话，那么给我的孩子哦站在我这一边，那么哦针对他的爸爸啊，所以我跟你讲那个时候我没有看到我的错，但是一进入这个草毛这个系统，我跟你讲，其实我在宗教很多年，但是呢，我很多知道说这一些都是有因必有果。但是我跟你讲，我就是要忍他。但是你，我跟你讲，因为个人哦，我们叫忍嘛，忍字是一个刀，下面一个心，就是你的心那边有一把刀在割你。所以呢，我只是进入宗教里面，我知道因果，所以我必须要忍他。但是在忍他的当中，我跟他讲，一边论哦，这边是气到要死，那么是会爆发的，那个火山只是活的，它是等待时机爆发，那么每次一爆发的时候哦，其实我都很沮丧，火烧功德林我都懂啊，然后这些课题我都懂啊，下一次我还是要来面对这样的课题啊，但是因为我很奇怪，那么我真心在做这个超马当中，那么给了我很多的机会，那么我在用心做的当中，我跟我老公，因为我们要相信，首先一美师姐告诉我们，我们一定要承认，因为外在其实就是我们内在的一面镜子，假如在佛教里面他们是讲因果，累生累世在某一个时间点上，我一定有对过我老公做过这样的事情，没有，为什么全世界70亿人口我偏偏会遇到他，对，以前哦
哦，一下子呢，我还跟小妹说，以前哦，那些好像说喜欢我的人呐、啊，其实我过后都看到一囊情后，啊，最后我回那骗人鬼贼，所以过后啊，我因为哦，我承认，那么我相信，那么我跟他忏悔。因为虽然这一次我没有喝酒，没有赌博，没有七到三更半夜、啊，我都很好啊。但是在我承认当中，宇宙真的会送你东西。我在承认，我在感恩当中。那么我在变的过程当中，其实我跟你讲，我老公也无形中的在变了。那么以前呢，他赚的钱就是很阿龙小，我无干啊。那么呢，前不久嘛，啊，今年有两次的那个，我家那边有两次的。那个喜庆哦，所以呢，那边有来做无教嘞，我还先回来。那么其实我是懂得交托了啦。那么我老公他回来隔天，我就问我老公，哎，你怎么，你把你的那身上的钱输完就好，你没有再去借。你知道我老公讲一句话，我很感动。他讲的是笑料什么？我给这个无教海个波西，你以为我还会把你拱啊？真的，这句话是从我老公的口中吐出来。因为在做忏悔当中，其实我每天我讲我老公拍拍拍，但是很多个东西我没有看回我自己。在看回我自己的当中，我是好个关系，因为我自己也是很拍，够个拍，我用全世界最毒的语言骂了我的老公。那么一个人一直给你这样骂，我跟你讲，给他很坏的脸色看，他只会越来越糟糕。当你准备在每天在抱怨的时候，因为我很多年哦，我的频率为什么要感恩？那么呢，感恩呢，其实宇宙就会送你好的感恩的东西给你。因为那个时候我每天我在抱怨我老公，我在埋怨，我讲我自己衰，真的宇宙就以为说我素你很喜欢，我把那个频率接上去，宇宙会以为说我素你非常喜欢抱怨，非常喜欢讲你衰，所以宇宙就送你这样的礼物啦。啊，所以当我懂得转换，那么其实你进入他的心法哦，很多东西哦，你是有力量的。今天我再看回来，那么我的智慧是什么？今天我们把角色拿掉，老公，那么呢，他我们再看回很多次，可能他就是在某一次，因为他比较像我的孩子，某一次可能他就是我的孩子。那么我们的功课没有完成，这一次我老公来同样跟我完成这功课，只是他的角色调换了，他做老公，我做太太，啊！但是以这种东西就是这样的奇妙。那么呢，在这边我的分享就到这边。那么其实只要大家用心的进入他的心法一二三，今天我只要遇到什么事情，我知道我只要忏悔，我只要感恩，我只要爱，我知道所有的东西我都有扭转乾坤的那个力量。那么我就分享到这边。最后我把我的祝福送给在场的每一位啊家人们。那么啊，祝福大家在爱中共振，在感恩中共鸣，感恩大家。非常非常的棒，对不对？扭转乾坤的力量就在谁的手里？在自己的手里。就好像他讲的啊，遇到不好的事情还开心呢，我这次也是嘞，啊，有没有你们有没有听过哦？买电脑哦，才刚买不了的嘞，然后就坏了，笑了嘞，笑了。我送去那个店，他讲没有嘞，好像没有遇过嘞，就你们，哦，老天是在考验我嘞，有没有起心动念啊？啊，然后我也很庆幸，很庆幸，哇，众业倾倒，好像素妮讲的。然后去新加坡，每次都记得放 coupon 的，就是那一次忘记放 coupon， 以为就是不懂为什么会忘记，中三万啊，也很高兴啊，中三万很高兴啊，有没有听过？真的真的，我这一年我中了很多张三万的，马来西亚的也有，新加坡的也有，我很高兴很高兴啊，为什么？中最轻报，真的真的。真的真的，你只要进入这个系统哈，你就会转念，很快很快的。这个不是佛家讲的吗？对吗？对吗？啊，逆境来的时候，我们也感恩，这才是真本事。顺境的时候感恩本事吗？不本事。你喜欢的人，你感恩他本事吗？不本事。你讨厌的人，你感恩他本事吗？真本事。真的，那个心法，尤其是忏悔的力量，这边不是讲宗教，每个人都需要忏悔，对吗？不要讲累生累世，我们不懂活了几百次几千次，
今生今世从在母胎然后到现在活了几十年，需要忏悔的事情是不是太多太多啊？朱妮师姐讲的好像我去年到现在我做刑法还是在哭的，我哭了一年多还是在哭啊，所以证明好我们累生累世的那种业啊，这是太多太多太多。万老师给了我们一个这么好的方法，这么一个快速的方法，在快速提升我们。所以老师来讲座，老师来课程，每一次的课程我都觉得就是哇，好像帮助我修行少了三年五年这样。我们好像坐上 express 那种日本的那种 bullet train。以前人家讲说我要苦修啦、苦行啦什么，但是在超级生命密码里面，你一个修了三年的人，可能他的那个程度可能不输在宗教界里面打滚三十年的人，这个是真实的。因为我们有很多学员在美国和台湾可以见证，他们的境界已经是到另外一个境界了。所以不管是今生今世或者来世或者是以前啊，为什么素妮可以转变，她丈夫可以改变，几十年寡不掉啊，喝酒这些习惯全部在短短的一年之内可以改过来，为什么？因为忏悔的力量，忏悔的力量啊，忏悔的力量实在是太大太大太大。所以大家一定不要错过这一艘船啊，我们讲船对吗，在末法时代这一艘船大家一定不可以错过，不管是为了今世，为了自己，为了家人，为了孩子，还是为了来世会更好，我们都一定要怎么样踏上生命密码这个列车。 OK， 感恩大家。